大家早上好，张大哥直播了，等一下我看看我的影像有没有来，有了，出现了，等一下看有没有声音。谢谢你，严淑珠。大家早上好，张大哥直播了，等一下我看看我的影像有没有来，有了，出现了。李谢你，谢谢你。大家看有没有声音。哦，谢谢你，严淑珠。李炫宇，谢谢你们，谢谢你 Mr. Han， 你没上班啊，这么早。早上好。我现在把声音关掉。好，谢谢大家支持哈、哦，这么早，我真的不好意思、哦，如果我邀请你，你在忙，你在工作，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哪一些网友是上班族、轮班族啊，或者是。家庭主妇，或者是刚好今天啊，像张大哥一样休假。那过去三次的清唱《把感情》是一次唱的比一次糟糕，哇，真的有愧于大家的支持啊！但是呢，我还是看到有人支持，那我就觉得这个节目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因为起初啊。怪我啦，我随便唱，这样不是随便唱了，我不熟悉的歌我哪来唱，结果自己丢脸丢脸。最近啊，不讲政治，不讲文化、这个是文化的一部分，不讲政治，我们就好好的唱歌啊，希望在唱歌当中跟大家多认识哈、哦。彩薇谢谢你啊，王耀贤谢谢你们来看我的直播。好啦，我就开始唱第一首诗歌，哎，不，什么诗歌？整天说诗歌，唱第一首民歌。听了之后，你们就知道什么歌。还没有唱之前，先润润喉。这是我在阿里山买的高山茶，喝了一口茶，润润喉，如有神助。波法林，林波法啦，应该是波法林是林是蛇林。啊，谢谢你啊！好，我就唱这首民歌。哇，这首民歌是属于殿堂级的，很多外国的民歌星，当他们到华人地区演唱的时候，通常会唱一两首华文歌曲，这首通常就是他们的代表。哦，而且要唱得好，真的不容易。但是这些外国歌星，真的歌手、歌星、哦、歌神也好，都唱得非常好。那张大哥就献丑了。庄嘉文，谢谢你，因为我是清唱把感情，所以看到你们看我的直播，我一定要跟你们招招手，不要嫌我讲话啰嗦。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让我来将你摘下，送给别人家。茉莉花，茉莉花，太低了一点。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让我来将你摘下，
送给别人家，茉莉花，茉莉花。网友知道不知道？早上唱歌是非常不合适，但是就必须要早上唱歌来开你的嗓子。所有的歌手，他们都是早上念歌、念发声，唱歌的时候通常都不顺畅，所以是一个挑战。没有人开音乐演唱会在清晨早上的，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晚上七八点的时候，那下午也可以2点到3点，适合现唱演唱，早上真的是很难啊，发声是最好的。就是因为难，所以你要突破，你要把你的嗓子打开。所以不好意思，张大哥还是今天早上第一首歌唱的不是自己很满意，但是算是完成。那我要唱第二首歌了，我都有弄好的。这本歌书啊，先跟你讲，《民谣与金曲》，高山峰编曲，也是台湾出版的。第二首来了，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把桥过，铃儿响叮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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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花开得平空扬。伴我书生青云，共度好时光。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把桥过，铃儿响叮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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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花采得平公羊。伴我书生青云，共度好时光。不容易，因为要抓那个音准，白天真的不容易而且声音你会觉得硬了一点，慢慢唱下去，可能声音就会开了嗓子还是学开，所以那些歌手们早上就是发声啊，就是没有唱歌，就是，一直这样，这样一直在那边发声哦。好，第三首，我这次有准备啊，每一首歌先看，诶。哇，这首 OK，我觉得没有把握。好，是这边这首。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旁，多美丽啊！乡村家的小姑娘，乡村家的小姑娘。去年春家小姑娘走到山坡上，和情郎唱支山歌，唱支山歌，摘支杜鹃花插在头发上。今年春家小姑娘走向小溪旁，杜鹃花谢了又开呀，激起了战场上的情郎。摘下一支鲜红的杜鹃。要向着烽火的天边，哥哥，你大声唱回来，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
不再插在自己的头发上。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旁，多美丽啊！像春家的小姑娘，像春家的小姑娘，啊！听到吗？有走音，不容易 sustain 那个声音。早上唱歌就是面对这个问题，请不介意，我要擦擦汗。啊，因为早上我的风扇不可以开太大，我到目前为止还在努力，希望将来我能够在一个冷气的地方有一个直播室，这是我的梦想，朝着这个梦想前进。张大哥会做的。哦，会做这件事情，先跟大家打打招呼，让我休息一下，啊，我看看谁上来先啦，啊，不好意思哦，谢谢看到你们有鼓掌了，啊，谢谢，啊，李碧华，谢谢你看我啊，呵呵，张祖满，谢谢你，哦，齐俊，谢谢你，青青，谢谢你，黄青青，啊，彭彩薇，谢谢你，小兔子，鼓掌给我鼓励，陈三模，谢谢你，李天赖啊，你没有做过咩，李天按啊。谢谢你，哦，你也是来上直播，陈明龙，谢谢你，哦，彭，哦，不要给我100分，哦，不敢当，哦，真的是唱了，跟大家把感情，清唱把感情，天小晨，谢谢你，林清德，谢谢你，哦，许明祥，谢谢你，早安，今天张大哥，张大哥星期二休假嘛，所以就能够直播啦，不然那你可以上班的时间直播，老板炒我鱿鱼。早安，大家心情开心啊，哦！今天不谈政治，但是继续唱歌，这些歌词来自大陆也好，来自台湾也好，都是我们中国人的歌曲啊，哦，希望你们会喜欢。安德，谢谢你看我直播。好，我再唱下一首。哇，我这次都准备好，所以很快就找到歌了。哦，这个也是很不错。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呀。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不知怎么，哗啦啦啦啦啦，我摔了一身泥。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不知怎么，哗啦啦啦啦啦，我摔了一身泥。不知怎么，哗啦啦啦啦啦，我摔了一身泥。啊，从小就爱唱这些歌曲。你看，我们当年在自己的国家新加坡都能够唱这些歌曲。小时候都唱这些歌曲啊，如果因为张大哥是华校生嘛，可惜现在小孩子哪里会唱这些歌曲。有一首歌我很喜欢，不过今天没有在歌单里面，下次找到的话就跟大家唱，就是那个小百船是吗？蓝蓝的天空，云河里有只小百船，船上有棵桂花树，白兔在游玩。船儿，看不见。忘了歌词，至少我会清唱到这里哦。对不起啊，小百川，我下次一定会唱了。这个中秋节的歌嘛，对不对？好，我再唱下一首。
下一首什么歌呢？哦，哎呀，底下，哪里来的骆驼壳呀？沙里红吧，哎哎哎，玛莎来的骆驼壳呀，沙里红吧，哎哎哎，骆驼腹的这东西呀，沙里东。沙里红吧，嘿嘿嘿，骆驼腹的酱皮子呀，沙里红吧，嘿嘿嘿，酱皮子花椒十加钱呀，沙里红吧，嘿嘿嘿，三两三千三分三呀，沙里红吧，嘿嘿嘿，啊，这些民歌不容易啊，啊。唱歌的人要字正川圆，我没有。唱歌的人声音要清脆响亮，我没有。唱歌的人要激昂、亢奋、兴高采烈，我也没有。哇，年纪大了哦。其实我从这个清唱播感情也开始慢慢的学习到，我需要更多的清唱。因为在清唱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一直咬螺丝，我讲话平时都咬螺丝，唱歌已经更加的容易咬螺丝，懂吗？因为你来不及想那个字，或者你那个字吐出来太慢的时候，哇、哦，就很糟糕了。不过不要紧啊，就是因为这样，更加要多多清唱，哦，让我们的舌头、脑筋都灵活。啊、哦，张大哥一直发现说。好像常常会忘记事情哦，啊，医学上说每个人都有老人失智症的可能，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唯一的方法就是，如果有，不要担心，每个人都有多少一点，不要给他，要延缓他失智。如果你要延缓他失智，你就要让你的脑细胞哦，基本上简单说，你就要让你的脑细胞活跃。所以参加。合唱班、歌唱班、合唱团，哦，卡拉 OK， 其实卡拉 OK 比较没有这么好，是因为，因为那些 demo 都已经排好了嘛，所以基本上你没有办法把你的感情自己的快慢自如，所以有钢琴伴奏、有乐队伴奏会比较好。那卡拉 OK 也是可行啦，哦，现在因为流行嘛，因为省钱嘛，你请个乐队来跟你伴奏，所以很多主办者都是主办卡拉 OK 比赛，就是这样，最少省去请一个乐队，还要配乐嘛。那清唱是所有的歌手必须练好的，所以你去参加各种类型的歌唱比赛啊，你看清唱是很重要。第一轮很多时候就是评判员听你清唱，看你有没有走调。如果你走调啊，就不要说你要去听音乐配上音乐，因为你跟不上那个音乐的那个调子。节奏拍子，张大哥走掉的还好，不是算是不严重，哦、我歌曲唱起来蛮准，啊，我唯一的问题就是节奏感是我过去一路来的那个弱点呐、啊，哦，但是要苦练呐、啊，哦，阿布 you， 不 you 阿布，在看我的直播，原住民对不对？早安，哦，彩云，早安。是吧？是彩云吗？是不是彩云啊？不是 ，CHUNGWU Kim， 谢谢你哦，跟你直播哇，念错你的名字哦，不好意思。何依兰，谢谢你哦，看我直播。好，谢谢你们。好，接下来还有没有一首要唱的？啊，这首歌是我非常当成是一个啊。先骂汉先再讲这首诗歌曲，然后我就登堂直播清唱把感情郑宇啊，对郑宇 Kim 郑宇，谢谢你，每次看到你就想彩云了、啊、彩云是另外一位网友啊，张大哥 pronunciation 不好哦，我客气，我不客气，你不要生气，我每次念错你的名字，好、哦哦、谢谢你，真的很开心、哦、早上你们都能够来，无论你们是在家没事干，或者是闲着，或者是你们在工作偷偷听我直播，
或者无论如何你做家庭主妇也好，你是家庭主夫也好，都欢迎你啊。接下来这首诗歌真的要讲，这个人叫李树同啊，就是是啊，我意思是啊，红传法师，对不对？对，啊，他的歌都很不错，啊，他的一生也非常的啊离奇了，一生，啊，这个法师本身本来是有念，就是有很好的基督教信仰的装备，但是后来成为和尚，哦，不要怪他了，没什么的，哦，张大哥对一个人的决定绝对尊重，但是他这首歌真的是很好听。我唱这首歌，我如果唱得不好，真的希望他不要介意，老人家。长亭外，古道边，芳草披连天。晚风拂柳笛声长，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古树就今一欢，今宵变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披连天。晚风拂柳笛声长，夕阳山外山。朝光逝柳无迹，今日却分析。离歌一曲送别离，相顾却依依。曲水好别离悲，世事堪玩味。来日后会相与期，去去莫迟疑。长亭外，古道边，芳草披连天。晚风拂柳笛声长，夕阳山外山。姑姑，早安！你说张大哥找我在医院看医生，所以没有办法听声音。听你的唱歌，不好意思，只能够看没有声音的。谢谢你，感激你哦，希望你看病没大碍，身体健康当然是最重要。过后还是会把这个影片哦放在张大哥的网站，随时可以看，我也会下载成为 YouTube 哦。高淑珍，谢谢你哦，真的很感动哦。吴奇堂，谢谢你。William， 嗯，谢谢你。哦，明祥，你说张大哥唱法有点声乐的感觉，就是啊，我年纪轻的时候就是参加学校的合唱团，唱了很多那些林声戏啦、王友弟这些非常伟大的作曲家，台湾的作曲家的歌曲。因为我的老师就是从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出来的。所以年纪轻的时候都唱了很多这一类的歌曲，所以我一路来都是走声乐路线，所以我也参加过歌唱比赛，拿过
还不错的成绩哦，亚军呢、啊，在新加坡的那个民歌，民歌艺术歌曲，民歌啊，民歌艺术歌曲，歌唱比赛拿过亚军，哦，真的见笑。现在当时的声音非常好，现在年纪大了，就老人的声音，但还好，我还是有，不算是，因为啊，大家不要误会，如果你的声音变成乐龄，就是乐龄了，没办法啊，变成年纪大的声音。哦，因为声音会，那个声音会变老啊！我的声音还没有变老哦，所以要就是不知道哪一天呐、啊，那就努力，现在有空就清唱咯。哦，这是我的问题。那我也参加过流行歌曲比赛啊，但是我参加流行歌曲就是唱那些文章的歌啦，都是比较雄壮的嘛，好像古月照今晨，我曾经拿去比赛，我当时能够背歌很厉害啊，乐队伴奏，哦，还进入决赛，当然没有得奖，因为我毕竟不是流行歌曲的歌手。那我曾经跟一群同学们参加过新加坡电视台举行的比赛，那时候他们有民歌，有流行歌曲，我们拿到民歌的第一名啊，那个团体，我还记得啊，叫做游吟男声小组。哎呀，感恩呐、啊！这些唱歌的经验让我学习许多了哦。那后来后期，去年前年我还有参加一个乐龄合唱，老人的合唱团呢、啊，比较年纪大啊。乐龄我们不叫老人，乐龄合唱团哦。那我参加那个合唱团啊，让那个老师重新教导我啊，感谢他啦。但是后来因为有孙嘛，我太太顾孙嘛，我工作又忙就离开。啊，现在就很少唱这些流行歌曲，都是唱在教会里面唱圣诗。哦，将来有机会会唱圣诗了，不过不是今天。哦，那我定调说不要讲太久，也不要唱太久。看有什么歌可以唱的，最后一首。哎呀，我看到很多歌，但是我觉得我暂时还是不要唱好了。不过总是要有一首歌来结束，作为结束。大半城的石头应有平呀，西瓜呀大有甜。那里住的姑娘辫子长呀，两只眼睛真漂亮。你想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百万钱财，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来。马车夫之年啊！我记得小时候这首歌是不是严俊有唱啊？严俊跟李丽华当年哦，当年他们。很多电影，严俊，很怀念的前辈哦，我不是跟大家讲，张大哥小时候在报馆长大的，那我爸是这个 娱乐版的编辑嘛，所以那些歌星明星来的时候，总是会来探访我爸爸，当然就是。也要给资料给我父亲，叫那些小编们、记者们写他们到新加坡，开演唱会啊，或者是电影的那个首映礼。所以小时候我常常有机会看这些电影，跟着爸爸，因为都有免费的戏票他们送给我爸爸所以小时候李丽华小姐也把我抱在怀里，我永远没有忘记的。所以，哎呀，这些小时候的回忆就是零零落落，就是这一些还在，所以我刚才就用《马车夫之恋》或者是《马车夫之歌》作为今天的结束。今天张大哥的清唱《博感情》第四集算是圆满结束，我觉得还不错了。最糟糕就是第三场的时候。因为我是随时找歌啊，现在我以为会唱，小时候会唱，现在全部不会唱了。我记得网友还跟我点歌唱那个
那个哎呀，我忘记了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多》那首歌，对不对？哦，小城，哎呀，你看我们连歌词都有啊，歌名都会忘记，就是这样啊。所以唱歌其实是很好，尤其是早上哦，大家清唱润润喉，清唱让你的脑细胞活跃，清唱你心情很开心哦。但是唯一不，张大哥现在辛苦就是很热。因为我风不可以太多，那个影响那个麦克风啊！我再看看有谁会在哦，谢谢啊，给你们招招手。Jessie 哥什么？谢谢你，Ronald，谢谢你哦，还有哦，QSY，谢谢你哦，李芳，谢谢你哦，QSY，你回来了没？听说你不是去欧洲旅行？哦，你点的，水明祥你选的哈，是不是？小城的故事，对不对？张大哥没有忘记的，因为你是唯一点歌的人，到现在目前为止，哦，如果大家要点歌可以啦，你们点我就去找，我能够唱我一定唱给大家听哦。So far 只有一位哦，明祥啊，网友啊，点歌，我真的很不敢当哦。好啊，刘艳萍啊，向你招招手，还没有跟你招手的，我一定要跟你们招招手嘛。佳敏，谢谢你们早上都来看我，哦，谢谢你，Coco，谢谢你哦，希望你在医院看病。哦，让医生看你，一切没有问题啊，哦，加油哦，猪猪姐，哦，是的，是的，是什么？哦，我点的，是的，好好好，一定会找这首《小城的故事》哦，我要找，我必须找到那个歌谱哦，不难呐，我会去找，下一次可能就唱给大家听哦。今晚还是会直播哦，今晚还是会直播，有关。韩国瑜啊的这一个总统之路，好，谢谢大家，早安，拜拜。